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二喜，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今日头条过原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在这里搜索头条号，搜索头条号。然后进来。这直接就进到我的账号后台了，然后前段时间有好多人就是问怎么开直播的，我们可以点击我要开播，然后现在这个画面和之前我的时间的画面有点不同了，你们可以现在看一下它的操作流程，然后我现在看一下前几个月的。收益吧，我收益很可怜，带大家看一下，30天的吧，现在几天几毛钱，几毛钱，几毛钱，几毛，几毛，这最多的1块，好可怜呀，太可怜了，这前段时间还是什么都没有，我是从几号做的？8月24号，这前段时间都没有收益，现在还有点。一共才16块多，好可怜呀，是吧？我想同时还有很多就是想知道我用的是什么软件，我用的这个一维录屏，这个录屏的这个软件，如果有人看到这个视频的话，应该会有人好奇，你可以用这个一维录屏，很好用的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用。再给看大家看一下我的粉丝数吧，1.9，这几乎都是我开直播涨的，1.9万，然后做视频总播放量20万，视频发布数32，现在去开通原创，前两天都能点那个红心开通了，我带大家看一下就行了，然后点这里账号权限，然后功能权限。然后这里头条广告、自营广告、图文原创，这里有个视频原创。如果可以申请的话，这里是变成红的；如果不可以申请，这里就和是这个是一样的。还有这30天之内只能申请一次，所以说我30天前申请了一次，但是那一次没有过。今天我们再申请一次，同时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。也希望就是今日头条以及西瓜视频，能给我通过这个原创，非常感谢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。我们点开，好，待审核。如果审核通过的话，我会再发一个视频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谢谢。